手指收录于宝丽金 Polydor 1978年5月10日专辑《东京夜景》一封情书，收录于1978年发表的同名专辑《一封情书》中，并成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的首版，当年赢得白金唱片销售奖。整张专辑除了《一封情书》略显俏皮活泼外，其他歌曲都以抒情为主，是军迷不可错过的经典珍藏。这张专辑曾经获得过1979年第三届金唱片奖以及1981年第五届白金唱片奖，成就斐然。作曲川口真，填词林黄坤。一封情书选用日语歌曲《手指》的谱曲，由林黄坤创作歌词而成，和原歌曲表达分别的意图所不同。歌曲表现了少女的心事，歌曲跳跃灵动，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，歌词简洁朴素，与谱曲配合得非常贴切，旋律优美亮丽，节奏欢快明朗，让人感受到少女初恋的心跳以及激动治愈的担忧。同一首曲子，邓丽君演绎出两种不同的心情和意境，可见邓丽君的唱功和情绪的运用是多么的驾轻就熟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